记录一下，因为你是第一次吃甜甜圈，对不对？记录一下，然后可以说说看，你对甜甜圈觉得怎么样？大家早安，我是阿仔爸爸。我儿子他没有吃过甜甜圈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甜甜圈。我们一人一半，我怕他一个吃不完，我把一个切成两半。那往前一点，彤彤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那个糖粉，怕它会掉下来。好，很乖。其实我也很少吃甜甜圈，虽然我们家隔壁那个爱买就有一间很有名的甜甜圈店，那个 Mr. Donut，可是搬来这边1年多了，我一次都没买过。应该说，我本来就很少买啊，从以前到现在就很少买。你不喜欢吃吗？没有特别喜欢，普通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吃。真的哦，我也来试试看。这个甜甜圈呢，是我老婆他们的家长送的，然后他拿回来给我们吃，不是 Mr. Donut 的，我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只有一个。还不错啊。它上面很多那个糖粉，以前我一直觉得甜甜圈很像一个东西，叫做双胞胎。你应该你没吃过，彤彤没吃过，就是它不是在店面卖的，它是在路边用一种小货车，老板是现炸现卖。双胞胎像那个双人饼一样啊，吗？对，像车轮饼一样在路边卖的双胞胎，你没吃过？要是如果有遇到的话，再买给你试试看。可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。但是偶尔吃一次，觉得还不错。今天呢，除了想要记录这个甜甜圈的事情之外，其实还有别的事情想说。我一个人如果对着镜头说话，对着相机说话，我觉得很难。虽然我拍影片已经一阵子了，可是对着相机一个人自言自语，爸爸还是觉得真的很难。如果有个人可以一起讲话，我觉得会轻松很多，会自然很多。用这怎个。么可以？对啊，下次会跟你啊，或者跟妈妈讲话。可是如果有时候讲内心话的话，感觉要一个人比较好。但是跟你就不一样，跟你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讲内心话。啊，忘记先说了，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我想爸爸，我最爱你。我也最爱你，我爱你到月亮再回我下了糖粉了，来。到。对啊，是吧？你记不记得你昨天洗澡的时候跟爸爸说什么？跟爸爸讲了一件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那件事啊，其实是爸爸心里面一直很在意，然后爸爸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的事，爸爸很想做好的事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能力做好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昨天洗澡的时候跟我说的，我一直很想把它记录下来，因为啊，那件事，你每次跟我说，你跟我说了好几次，你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啊，都是我没有在拿相机的时候，你很临时的时候说，可是那件事是爸爸心里面最想要做的事，一直摆在心里面的，我很少讲，但是那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。什么事啊？然后彤彤跟我讲了之后，就给我很大的动力。虽然我现在的可能能力还不够吧，没有办法做好。你已经可以了。可是彤彤跟我讲完之后，我就会记在心里。
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要做什么。我教你一个更大的秘诀。什么秘诀？就是呢，你讲话，你要讲在心里，然后呢再去讲，然后不要太紧张，然后呢讲一讲，你可以想一下再继续讲。你昨天啊，洗澡的时候跟我讲，我儿子啊，他昨天洗澡的时候跟我讲的事情，是他很喜欢爸爸做的游戏。明明已经过了很久了，然后他跟我聊，如果爸爸再做下一个游戏的话，要他希望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觉得会做得很好。你还记得吗？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拍下来。他跟我讲过两三次了，我一直好想把它拍下来，可是都刚好那个时间点是很难拿相机。你把它输入在大电视上面，不要再输入在 iPad 上面，要不然我想玩都没有时间了。你说爸爸下一个要做的新游戏吗？对啊，放在大电视好不好？要一定要坐在大电视上面。可是爸爸跟你说，爸爸下一个新游戏可能还要很久很久才有办法。但是我会记得彤彤有帮我想，然后彤彤还记得，爸爸也会记得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因为爸爸其实觉得，虽然之前的游戏得了很多奖，可是有时候觉得，总是觉得提到他好像有点丢脸。明明是完成他是一件很值得、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我真的觉得很羡慕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，有没有看之前 NBA 的总冠军赛？今年的。就是林书豪，他虽然拿到冠军，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上场。然后他的经验是，他就很回来之后，他其实有他也有过这种感觉，就是觉得要不要去庆祝这件事情，就是要不要以他为荣。后来他就是告诉自己说，身为他也是对球队有很大的帮助，就算没有上场打球，就像训练员啊、球队的队医啊、球队的经理啊，就是虽然没有上场，可是还是有帮助球队，就是值得作为冠军。那我那个游戏也是啊，虽然他得了很多奖，可是我很想要像你这样子可以做游戏。真的吗？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做好不好？虽然他得了很多奖，可是其实他卖的并不好。再好玩一点的，喝牛奶吧。等来我的天，我帮你想一个名字。什么名字？我现在拍下来，就不会忘记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影片，就会想起来了。我帮你想个名字，叫做《三人大游戏》，然后可以做三个人玩就好。就是啊，虽然他得了很多奖，周正手虽然得了很多奖，可是其实他没有赚到足够的钱，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足够好到可以获得那些奖。有很多作品是比他更好的，得奖其实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啊，是有很多时空背景是需要一些运气的。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心里面一直很在意的事情嘛，我很想把下一个做好，可是我也有时候也好怕会不会永远都做不出下一个来了。然后彤彤啊，他一直都说爸爸的游戏是最好玩的。我打开 iPad 要玩的游戏是你的，没有其他的。就算只有一个游戏是你的，我也会一直玩。像爸爸看过很多，闻到隐藏角色出现，
谢谢彤彤。像那种出唱片啊，歌手有所谓的那种一片歌手，就是他只出了一张唱片，就没有下一张作品了。很多导演也有一部电影，他就是再也导不出下一部电影了。其实爸爸有时候也很担心，也很怕说自己会不会就再也做不出来了。但是啊，你好几次跟我讲说，爸爸做的游戏是最好玩的，你最喜欢的时候，就会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啊，就会想要就提醒自己啦，不管发生什么状况，不管现在在做什么事，不要忘记还有人在等我做，对不对？还有人在等我出新的游戏，就算要花很多时间也没关系。游戏，我觉得你这个游戏很好玩，你第二个游戏还可以再更好玩，但是这一个已经可以很好玩了，你也可以一样好玩，都可以。好，我觉得你是做得成功的。谢谢彤彤。其实你知道爸爸一直觉得自己做游戏这段是很失败的啊，就算拿了奖非常成功啊，但是有一个人一直觉得我很成功，这让我觉得不管怎样，心里要记得这个目标，对不对？好，彤彤，喝牛奶吧，我们要准备上学，喝一喝。干杯！好，干杯。低下来了啦，长白胡子了。爸爸很感谢有你啊，彤彤，真的，爸爸很感谢有你。爸爸不管做任何事，像那时候做游戏啊，现在在拍影片记录生活，我觉得都是多亏了有你，爸爸才可以不用。还记得那一次领奖的时候，我还很小吗？对啊，我还90公分而已。对。现在我已经长到超过100了。第一次长到100的时候好开心。对啊。然后超过100一格的时候呢，现在已经到快要111了。多亏有你啊，就是爸爸才可以去做这些跟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不一样的事情。哇，你今天好快，比我喝得快。好了，先这样子，你内心话先讲到这边吧，赶快要准备上学了，对不对？我来帮你拿。好。你说，我跟你讲那只的名字好不好？好。那只叫很好记哦，那只名字叫做 Hello， 好不好记 ？Hello。它是一个机器人哦，它跟哆啦 A 梦一样，是机器人。来，我们来看看。是猫型的，不一样。对，它是这哆啦 A 梦是猫型，这只是球形的。不过就是说，他刚刚看到我衣服上有这一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 Hello 阿姆罗的做的机器人，很可爱哦，很像一颗球，不是很像一颗球啊，它就是一颗球。来，坐吧坐。哎呦，哆啦 A 梦它只是耳朵跟那个尾巴的咬掉。对啊，所以它很怕老鼠。本来猫都是不怕老鼠的。牙叔把他的耳朵咬掉，所以他怕老鼠。对啊，那最后。平常猫，他爬过来了。平常是猫要去追。对。啊。他怕他没有耳朵跟尾巴，他们看不清楚。你觉得宝宝做的游戏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吗？好。
去吧，爸爸会努力的。来，同学，关掉电风扇。小心。还要关灯。还没背书包呢，孩子。背书包。大卖场，太晚了，真的。要去大卖场比较晚睡，洗澡睡觉。他有发芽了吗？还没有，晚上再记得帮他浇水。我们走吧，放学了。好黑哦。上学了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可以拍一下我们上学。来，走吧。好快哦，上大班一下又过了两个礼拜了。这礼拜过完。对啊，这礼拜过完就是两个礼拜了，这是第二个礼拜。礼拜这个礼拜过完就变三个礼拜。下礼拜就是三个礼拜，很快。跟你相处的每一天，时间都过得好快。有了你之后，爸爸觉得过好快。来，我们合作，共同转巴巴拉。好，你走吧。你出生之前啊，爸爸每天都觉得时间。其实还蛮多的，你说真话，哇，这几年我就觉得一下就过了。这几天。对啊，但是很快。慢慢的变化。但是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就很快乐，很丰富。时间就飞起来，然后往前冲。帮我拿一下吧。好，嗯、我帮你拍一个漂亮的景色。因为我要开门，我需要两只手。好，快过来，孩子。好，可以了。有防守阵的。有防守阵的，对，有防守阵的。只是没有太大。对。这是他运动啦。那是运动相机，对。但他没有很厉害了，他算厉害，应该是说有出了新的相机比他还厉害的，有新的运动相机。爸爸有在做功课，在观察。直升机那个是空拍机。那个我爸爸也想买，可是那个也很贵，他也存钱。那这种东西他比较想要空拍机。对，他不是那种生活必需品。空拍机我也很想玩，就很好玩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是生活必需品，我们就是要存钱，要先买生活需要的，像那种牛奶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生活需要的。好，来，我们选一台车吧，就这一台好了，这台感觉还不错。看你放书包好了，好不好？看你能不能放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好了，加油！好了，成功了。好，赶快把它锁好。帮你把它转成拍我装。亲子座椅，他跑了，没关系。
拍你，你拍我吗？啊、哦、好，谢谢你啊，上车吧，我帮你扶着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扶着。没事。说好了吗？稍等一下。嗯、好了。哎。好、啊，今天天气也不错，天气也不错，刚好记录一下上学。哎呀，早！好啦 ，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去上学喽。刚刚没有说早安。拜拜。没有说你最常说。拜拜。这么快就拜拜了？为什么这么快就拜拜啦？有时候呢，你影片还会继续接的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影片不会再接。有时候放学的时候就要马上回来，就不能拍了。所以你先拜拜，这样等一下就不会没拜到了，对不对？嗯、这是你说拜拜的原因。多人都要上学了。上班上学，上班上学，对啊，哇，今天太阳好大，我们可能就骑到前面这边就好了。大家都停在影子这边等，你有看到吗？不骑出去了，哎，刚好绿灯哎，再往前走，运气还不错哦，来了就刚好绿灯，运气还不错哎，我们骑过来刚好可以过马路，这样子你应该不会太晚到。虽然会比预定的目标晚一点点，但是不会超过太多。哇，现在好大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赶快通过这里，这里没有影子。好，好了，快到学校了，那就先录到这样子咯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